下后。What？ 你是双十一啊？啊，不是啊。双十一带什么？这边四张订单，五的包裹，迟到三个，赚了300块。我的妈呀！你妈在那里呢。会不会掉下来？魂都飞了。哦，那小姐还问我说：“你这样搬得动吗？”我说：“不会很重啊。”四箱一，二。哎，我们换一箱，换一箱。来，来，来。一第一层，第二层，第三层，第四层，第。这会不会倒啊？斜斜的。我是玲玲，本来玲玲开箱去，就我们要开箱很多吧，应该。可是我也不是很，可是只有五箱而已，很小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吧，三二。哈哈哈！这箱，这箱，哈哈哈，这真是你的，来。好，我们先从最大箱的来。解剖了。先打麻醉。明天的才是重点。是推东西的，是这个。那个拖把的拖把在扣了，冰箱在扣。拖把，特价399，爱买卖无一物。我每个礼拜日拖地的时候，把这拖把弄坏了，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拖把弄坏了。拖把拿走。是。这一箱我也不晓得是什么。这个也是双十一特价的799，那个萤幕的支架，因为它最便宜，所以买它来试试看。它是大啊，谢谢。这个是支架，这个是一个萤幕支架，这个好小，可以承重9公斤。明天我的 monitor 会来，我再看它能不能用。下一箱哪一箱？下一箱是这箱。好，这箱。有嘞。对爸爸，对爸爸，对爸爸买的要那个关庙刀削面。爸爸有时候宵夜自己会煮干面，麻辣干面来吃，就用这种面了。这个洗发精，夫人要的洗发精209，然后刀削面237，因为刚好要跟拖把凑运费。这也是这箱。哦，怎么这么多啊？WD 硬碟10T， 只要5999，6000块。它的特价应该是原价应该7000多吧，7500到8000左右。原本要买 Seagate 的，但是都缺货了，Seagate 599的，5999的缺货了，所以只好买 WD 的，不然我以前都买 Seagate 了。然后这个6000块，我用 PC 用储值打93折，所以算起来是多少？6000块打93折是5580，所以一颗便宜420，两颗840，特价以后两颗还便宜840，然后还有其中一颗是迟到了，所以又多100块，所以便宜了940。什么？反正就买了，反正就迟到了。来，硬碟而已，我们拿出来就好。让健姐帮我订阅一下哦。6点会出新影片，记得要去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爸爸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